呈现给大家 ，Let's go。
换胶囊咖啡，因为我平常有喝美式的习惯，像是满额送的概念啦，反正就是来领我的日常的消耗品。来逛 MUJI 有一些点数可以折抵，也是买一些日常用品啊。这就是我的晚上的一天的生活，虽然不是每天都是如此，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下班后的晚餐，还有我都做些什么。表情说明了一切，吃货多吉，大家到这边，今天又是好值得一天呢，拜拜。